应该，你知道嗎？你即马吼，你安尼对你的前女友来讲吼，不应该，对伊来讲嘛，无公平，你知道嗎？是是是，拍水拍水。你白，你另外你一个嘴内底，头前迄个嘴菜你都还袂吞落，你先搁食第二嘴，你要来知这两口是啥物味啊？啊，咱这就是拄啊上车的小姐哈，是，嘿，啊，贵姓？贵姓大名？姓吴，姓吴、啊，哎呦，吴小姐，姓吴的拢水，因为我嘛姓吴，你嘛姓吴，嗯，口天吴，口天吴，我讲木子林嘞，我白富富嘞，嘿，阿咧看你这么欢喜，是，阿点的歌一定是唱欢喜的歌，对不对？嗯，也还好哎，还好，是啊，干嘛搁跟一条鼻血？是。你穿那面相这么好，嘴嘴嘴还鼻血哦？不是，我要控伊啊，就你讲。没有啊，刚刚讲那个真的是，你也跟他一样哦，你男朋友有被抓到的丢啊？对啊，跟就是跟那个女友前女友嘛。前女友？对啊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是不是切入的太早了？一按你等个玻璃啊，你怎么个切了？前女友？哎呀，前女友聊赖可以吗？所以你意思讲你男朋友跟前女友也未耍，啊，佮跟你做伙的意思吗？就藕断丝连，你懂？啊，你用聊赖在赖上面赖哦，我你懂，会用赖的都很赖皮，真的？假的啦，我也有在用，所以你也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没啦，伊已经娶第二个啊，袂使。喂，没个讲啦，哦，没个讲啊，没啦，阿姨你第一届啊啦，嘿，没讲来讲，阿你好啦，要点什么歌？情难登望未起。哦，情难登望未起，你是要有对方啊，不是有你家己啦。对方，对啊，对方就是头仔讲抓到迄个头家抓到的啊。你对，什么意思？何丽姐，你干咩能过啊？但你，你讲啥？对方就是头拄啊点顶是收瓜迄个查甫人啊。亲啊，哥。你刚刚在讲对啊？点迄个什么？伊在点啥？伊在点啥？伊两个是什么？请落车迄个？叫我落车。我安尼甲你赶落车。你叫我落车。你跟你讲过来。你来，你姐，你姐，爱喝跟我清楚了。你家你干嘛等下无清气？你骂人垃圾鬼！哎，龚家平啊，啊，小个累些。对啊，你安尼就不应该，你知无？你即马吼，你安尼对你的前女友来讲吼，不应该，对伊来讲嘛无公平，你知毋？是是是，拍水拍水。你白，你另外你一个嘴内底，头前迄个嘴菜你都还袂吞落，你先搁食第二嘴，你要来知这两口是啥物味啊？你有咩个放炮啊？你。对不，这样很不行啦！啊，看你安尼嘛袂用的啦。哇，伊等了无清气，啊，你都马上为着要报复伊，你都搁去敲一个，你安尼嘛袂使。无，系我弟弟呢，我亲弟弟呢。你连你弟弟都敢敲嘞？无啦，我出去食饭，有无？啊，互伊拄着，伊讲安尼不可以啊。哦。你是把酒去搞拉吧？去看了就看了呀。无啦，钱嘛，哎，你钱嘛，外国。当然是钱。哎，这就是变钱。其实吼，你男朋友吼，这查甫人吼，迄只爱养七嘴啦，对不对？搞错呢，不是啦，哎，与表面讲这个翁某冤家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这做太太嘛唔对，你看恁翁某七嘴啊，你看到你嘛要摕只乌心玻璃要吃一个。那么搞这啦，我讲你听啦，七嘴小可代志，嘿，出去偷食，唔偷会洗身躯，好，先落个身躯啥关嘞？迄等于杀文的微博讲这个。来唱歌啦，进来啦！来，情难登望未起。OK。一场梦，到这渐渐醒。一段情已经袂当。